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做一个竹筒饭，先把这个米泡一下。现在来砍两节竹子，回去做竹筒饭。现在把这个玉米放进去，还要放点酱油，再适当的放点盐，再加点调和油。好，现在把它搅拌均匀。现在可以往竹筒里面灌了。灌一点，然后放两片香肠，这样子才美味呀。大概要烧20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。应该已经熟了，准备起锅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拜拜，我要慢慢吃了。